谁闯山？
了巧了，天寒玉顾侬，夫复何求？来来来，一起赏雪吟诗。莫急，猴兄弟，来，先坐下。那怪，黑毛赤尻，面相尖顽，可不好捉啊。你虽有些粗浅修为，但这极北之地，天寒地冻，胡乱清造，性命难保。今日既有缘再见，我便教给你一招防身御寒的小神通。我非一般人，此非一般火，以后无论伤了、累了、冷了，就用棒子在地上画个圈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、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进。
元帅还是不肯归顺吗？再忍一时三刻，怕是就要化为奴形了。好妹妹，里面凉快得很呐，就等你进来与我一起双修了。
元帅说笑，你若放下执念，我自然会选师傅放了你。到时便可同修大道。哎，我可笑都不行。看来那老贼得了师兄的玩意儿，果然功力大涨，连你这冬天小官都被训得服服帖帖。不过听这动静，天命人已平了大家的军权。好妹妹。 下面是他。什么舍不得归不归的？刚刚闻到一股骚味，这味道好生亲切，忍不住敲锣迎接。师父惜你父亲，饶你，让你在浮屠塔底清修，既不识相，小西天的极乐之境，好事。
Yeah!